让我们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但愿永远荣耀，永远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来到你的宝座殿前。主啊，我们只是有一个心愿，就是一心要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要来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要因为你而欢喜快乐。我们不要看我们世上所有的事情，至高者。主啊，我们只是要来歌颂你的名。主啊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中间有苦痛的，有困难的，主啊，愿你真的是裂天而降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靠你而得站立，帮助我们，那也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身体有软弱的，你不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 给我们带来医治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能够给我们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你看顾，求你保守。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继续在你唱第二首诗歌靠主宝贝。这首诗歌是非常轻快的歌声，我们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拍手，我们也可以向神宣告，我们真的是靠主，我们真的是能够站立，我们也永远要依靠神的宝贝而站立。Oh,
愿你兴旺。我们谢谢你，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行出来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真的是身上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主啊，我们也再一次把从你而来的真的是奉献一小部分在你的台前，求你悦纳。主啊，也求你真的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倾倒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